复仇，走你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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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同桌，你戴的这个墨镜好帅。想到了新哥那个墨镜，这个，我去左上角了。谁到我谁就是狼，谁到我谁就是狼，谁到我谁到我谁是狼，谁到我谁也是狼，我是铁好。秃鹫，参战是秃鹫 ，Oh my k，Oh my k，Oh my k。哎，我咋听到猪猪在说话？公主要为我充刀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仙姐我铁好，我是刀，我是狼，我找到你了，恩姐，我在这，我在这，我真铁好。哎呀，我操！我操！不是啊 ！Oh my god！ 嗯？谁刀的我啊？先说啊，猪猪是爆开的。嗯？那个，隐形狼。耗子，耗子带了只狗，那个那只狗叫太一。耗子把恩，耗子把恩姐刀了，太一把恩姐炫了。然后我们就往上追，追的时候猪猪在我脸上爆开了，一 BD 在我的后面，没有对我动刀，所以一 BD 在我这边是个好。餐餐应该也得是个好。还好我没刀苏苏，各位，我要是小脑，小脑复仇刀了苏苏，直接又减二，我的天！也少算了一个，我也是个好。我差点就把苏苏刀了。出生在一起，我忍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忍住了。然后小现在修车哥没了啊，有点伤心，过。我也是个好，红猪十八，餐餐八，餐猪在饭堂的右边，三个人，所以我们四个不会动刀。那么耗子骑着驴直接走，不。谢谢欧玉的一个小猪 A 仔，谢谢欧玉的小猪。我给你讲这个轰轰他铁带刀，他在那边右边一直观察观察观察。然后，他紧张了。你要不试试他是不是紧张？好差的弹性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好差的弹性。OK OK OK， 贝塔贝塔，餐餐是正义，餐餐是正义，收到请吧，欧巴欧巴。他拎着刀追我，剩下两个情侣，那不就剩那个 E B J 跟朱大？哎哎哎！别别别！别别别！猴哥，猴哥，你别乱点！怎么这么多支票？我没点上票。没事没事。参那个，喂，红红哥，我下次再对他心慈手软。不是，大的弹性啊！哎呀，我本来要找猴哥刀，我没找到猴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在门口堵着，我又不敢进去。OK。哎，就很烦，烦死了这几个。吃呀，你倒是吃呀你。他不是有刀吗？头，我看一下，耗子倒了，耗子倒了，头铜珠，头铜珠啊，不分票，然后没了，其他没了，头铜珠过。哦吼。我们不知道发现了啥，这么帅，同桌没问题。我难道说都出去吧？刚才就没出去，我反正点票了啊。然后你们要猜，你们可以试十八过。难道说谁在放歌呀？你毕竟有刀，他把耗子嘎了，但是我没看到耗子跑去追他，结果耗子自己没了。好吃好吃。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还有。有句可以试一下一笔的，没有句就算了，够没了。怎么事？哎呀，我的乖！太医谁刀的？不知道我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正义啊！我点了，耗子应该是侧狼，他又弃票打洞打轰了。十八提壶。哼，啥鹈鹕？正义呀！十八鹈鹕。Oh my k！ 猴哥不会把太医嘎了吧 ？Oh my k！ Oh my k！ Oh my k！ 刀猴不鹈鹕？刀猴哥！刀猴哥！刀猴哥！我操！我一看。哦，你是鹈鹕。哟呵，哎呦，十八岁，
小鹈鹕他这是来装正义，把他给偷了。朋友们，哦，链子来了、啊、不对不对不对，十八岁我俩得弃票啊，我俩得弃票，不对，事情不太对劲。我们俩弃票，我替你弃票过。我跟你也知道不对劲了呀，这俩情侣在这呢是吧？猴哥你看出我情侣是吧，不出咱们进去还能搞一搞，对不对猴哥？感觉我小小鹈鹕是吧，你狼人嘛，咱俩中立坏了一家亲嘛，是不是？不对不对，这耗子没办法，我不想炫他，我想炫个带刀的，这耗子对着我就来了，你说他就是猛冲相位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弃票了猴哥啊，我过几天要去办日本签证，不是先把他俩干掉，就我们过段时间不是要去日本玩吗？大家好吧，去吧 ，OK， 过。签办签证有啥？你听我说，难不难啊？办日本签证。如果场上有鹈鹕或者没有，场上有鹈鹕或者有狼，你出一个游戏不会结束啊，就算有链子。嗯，好像是这样吧。我过了。猴哥要是投十八岁，狼赢了，因为他是这1v2啊，必死的局。你也要办日本签证？赢不了的，应该投十八的，要不然投票了，要不然把猴哥关进去吧。要工作证明。这样子下投票，真的是我点猴哥了。完了，无业游民怎么办？我可不是傻瓜。总不能跟他说我是主播。我先解决一个，你再解决一个 ，OK， 都行，我们俩看谁手快嘛，都行，解决一个 ，OK， 好。Oh my K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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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那狼怎么感觉是死局呢？这狼把鹈鹕杀了，不就狼把鹈鹕杀了，不就鹈鹕？链子赢吗？谢谢和阿杰尼杰尼的一个情书。哎，先把朱大强打了。啊，不急。谁给我关进去了？哟。杀！杀！抢！耍赖皮，猴哥，我的输啊！行，猴哥，你怎么就这样，猴哥？谢谢厄尔杰尼的情书，好帅！我也先干掉了苏苏，我把苏苏也干了。耍赖皮，辛苦！帅的，帅的！我还在耍，我还在走，还在耍，还有谁呢？就耍，可以，牛的牛，耍牛的牛，操作这一块这么快啊！哎呦，有。这就是隐身狼吧，就很棒。